有冇人嚟？政府不斷咁耍花招，玩弄民意，跟住天意又影響。 然之後好多人都話：喂，連續三日嘅包圍活動，三日嘅集會點搞啊？結果咪搞起咗俾你哋睇啦，係咪啊？係邊個搞起啊？係你哋搞起啊！俾掌聲自己。我哋已經開創咗香港嘅民主抗爭運動嘅第一步，即係有啲人問點解要搞三日？唔該曬，唔該曬。點解唔搞得三日啊？記唔記得當年嘅胡士托音樂會？ 都係搞足咁耐，仲要係搞24小時通宵會啊！咁點解我哋抗爭運動唔可以搞三日啊？佢如果繼續強姦民意、漠視民意的話，我哋搞到落台為止係咪啊？仲有人問點解要喺一個非表決嘅時候，明明佢已經要進行諮詢，呢幾日又唔係表決日，點解要喺呢度包圍啊？ 我點解要等你行動啊？你先行動啊！係咪？我哋要爭取屬於我哋嘅民主，隨時就可以行出嚟。你準備好未？好，咁我就將呢個台交俾兩隊 fans， 神奇交小眉珠。係，大家好。 我哋呢隊其實有兩隊嘅 band 喺度嘅，咁一邊就叫做小皮豬，另一隊叫神奇膠。咁今日晏晝咧，我見到落好大雨，我好驚。咁最終面冇落雨，但我唔信即係天公造地嗰啲嘅。如果唔係一個雷神劈咗入去嘅啦，頭先。係咯，即係我覺得雷劈啲嘢好正常。即係有如曾蔭權，如果應該政治殺嘅話，我都好正常㗎，係咪先？即係唐英年啲飲得酒都乾 cancer 都正常㗎，係咪先？好多人唔服㗎，係咯，我都係天主教徒嚟㗎。 送俾大家就係一隻歌《神奇膠》嘅，我明明生勾勾，點解要活化我？我明明生勾勾，點解你活化我？好似落光頭，就我瓜咗，你咪嚟懶好心，這發展真氣我，搞你離散。 封殺我，小心第時有報應因果。你誓情要收攞，又懶得收買我，香港城犯，獻身就過。工廈係社會緊存創造之家，一切咪片俾經濟發展啱嗎？ 工廈實在撐起本土嘅文化，不求你留條後路俾下一代好嗎？我明明生勾勾，使鬼你活化我，到旺角活化時會更坎坷。水冷要炸乾不放過，全香港遲早穩定反盤數。 工廈氣石火緊存，創作之家，一切物件俾經濟發展啱嗎？工廈實在撐起本土嘅文化，不求你留條後路俾下一代好嗎？我明明生勾勾，使鬼你活化我，到老到活化時會更坎坷。 水卵要炸乾不放過，全香港遲早揾地產陪葬。好，呢首咧就係講香港工廈活化問題。呢首歌咧就係講香港工廈活化問題。
首歌都係講咧，政府有啲好多嘢應該搞嘅，唔搞佢就走嚟搞我哋。咁咧，而家我哋就走嚟搞翻佢啦。好，咁下一隻歌咧就係、是、講翻我哋呢一代啦，面對住一啲香港而家搞成咁嘅問題啦。咁都係講買樓嘅，其實哦係買樓唔買樓咁樣。我唔記得歌名啦，叫咩？叫做傲、哦、多麼痛的靈回，屌你靈回，唔係新曉琪嗰只啊，係神奇膠啊，靈回仆街嚟，屌鳩佢啦，抽神。你抽神。人用咪聲啦，咁咧就呢只歌咧就送俾嗰個好幫手、好冇關係嘅嗰個政黨嘅呢只。他叫李慧琼，他大我几年，我呢位师姐阿李慧琼，他读书有成，都算好生性。终于我喺街我见翻李慧琼，他摇身一变做咗政治明星，同为各大毕业生我应该好高兴，但
佢拍住嗰个叫曾玉成，吓得我泣不成声。出卖香港人，民自联本能。出卖香港人，民自联精神。讲翻我师姐阿李慧琼，佢出身基层。緊張市民心聲，但到舉手時刻，佢就會贏。歪曲了民意，扭曲了人性，我出賣香港人，一齊民自聯歡樂。我出賣香港人，民自聯精神。升官發財好穩陣，做民政天就真開心。家長讀書邊係講天分，最緊要民活理良心。民自聯成功爭取，啦啦啦啦，成功爭取，啦啦啦啦，成功爭取，啦啦啦啦，民自聯成功爭取。九龙西有李慧琼代表九龙西，李慧琼九龙西有李慧琼，正一九龙西李慧琼。我好惊讲啊，唱咗李慧琼。我哋第一句演出單位就完成了，我哋而家換一換人咧，就變成你翻個女仔唱。